你拉完第一板以后，身子往前靠半步，往前站一下，去迎前去打第二板，动作可以稍微小一点。教练，我想学打乒乓球。这个反手起下拳接上拳，老师失误。你先打一组，我们看一下啊。你第一板在拉下旋的时候重心太高了，因为你整个人本来个子就比较高，你重心要稍微下来一点。你看其实反手你拉下旋还是下网比较多，对吧？证明你摩擦不是很充分，稍微呢你身体再往下，重心往下压一点，然后在摩擦的时候呢再集中一点去做动作。然后第二板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打完第一板的时候人往前站半步，你反手现在都有点没对上点，就感觉对不上球似的，有一会儿漏啊，然后一会儿发不上力的这种感觉。你拉完第一板以后，身子往前靠半步，往前站一下，去迎前去打第二板，动作可以稍微小一点，先找到击球点，好吧？来，对，没事，再来。第一板摩擦，重心下去，对，重心再往下，对，第二板往前。对，就是你的动作现在是这样，跟滑了似的，扒拉一下，放第二下老是扒拉一下。你在击球最后完整的时候，你那个小臂稍微有点停顿，控制一下这个球，别就这样扒拉一下就出去了，好吧？来，第一板重心下去，别着急，对。别往前摁，别着急，往前站。对，手往前放第二板。对，往前放，别伸手，往前站。对，我们第一板反手拉的时候，球拍这个拍头有点斜，稍微拿起来一点。对，你再拉一个下旋试试。对。对，可以。对，对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再来。对，可以，这样就很不错。你就要注意一下，一个是重心要下去一点，然后呢，你那个球拍太斜的话，你会拉到球一点侧面，这样的话，你的摩擦其实往前摩擦那一下不是很充分。就容易把球拉下网。刷国球会还是你会看？